会有粒子效果。嗯，哦，好恶心哦。边界我调缩最快的哦。好，好，对啊，会缩超快哦。一开始说一分钟，一分钟的。好，不打好。好，我要当调皮鬼。有粒子效果吗？有啊，会有粒子，有啊有啊。你没有开对不对？下走就比较不太会有。你假的，不要再把粒子关掉了。是假的吧？真下走还是会有啊。好难看，开旋步啊，开旋步啊。真下走是不会有奔跑效果啦。嗯，不会有跑的那个。还是走路也还灵灵的，走路。对啊，跑步比较明显。跑步才会出现。身上那么臭，一定看得到啊。你对象不会说你身上比较香啊？是用闻的。就来啦。好，来，有了红队，红队，瞬间没人了，来，瞬间没人了，怎么了？好可怕哦！哪里啊？哎，怎么其他人都不见了？瞬间没人了，粒子效果哎，要我送你们一程吗？好，不用，小爸爸，有想要一人一间吗？这感觉好难哦，我的妈！不会啦，你叫我乱挥嘛。边走边挥，他拿着东西是最明显啊。对啊。可是还是啊，如果要射弓的话，好感觉好像你不可能到弓吧？啊，对啊，弄不到啦，弄不到。对啊，有一把木剑或斧头就够了。OK， 剑比较好啦，范围宽。嗯，我想去那个。那個、船吗？乘船，对，大家都有一样的想法吧？你要小心。可是我在船那边的话，就是跟木头相反的地方啊。对啊。我们在哪里呢？哎、欸，我们在木头，没有了，偏木头村庄附近。要先直接去乘船，可以直接去乘船。应该有距离吧、哎？没有，还蛮近的。真的吗？嗯，我先拿点食物、哦。好，我去乘船。你们都不进村庄的那个坑？你拿。好，我村庄改版没有什么东西啊。哦，对，我要改版过了。对啊。好吧，那我去找你们。有人，真的假的？有人，附近有人。真的假的？真的。哎、欸，打到还没有那个哎、欸，还看不到哎、欸，天哪 啊！前面无敌啊，前面无敌。我看到你后面，杰克，你后面有一个。这里啦，这里。他箱子还没拿，箱子还没拿。这里，杰克，后面。拿了吗？耳机拿了吗？我拿了，绿宝石而已。好吧。这边有人，这个。我这边有一个。对，你那边，你那边有三个哦。四个。小心。好可怕、哦。你在打没用啊。有啊，刚打有用，我扣了一颗星了。反心。在哪里呀、啊？你都打不到，对，我也都打不到。打脚印，打脚印。哎、欸，你那边。你那边好刺激哦！打不到他们呢，打不到哦。我觉得为什么打不到他们的感觉？哦，他们有在扣我血，其实，但我们看不到。你那边好刺激哦！对吧？那你还不可以扣来帮？好了，我拿到武器了，拿武器了。好，乘船。快点过来，快点过来。蓝队好像是蓝队，好像是蓝队。蓝队，他们在扣血。我们先跑开。繁星那边。没事。哪里呀、啊？他在村民的洗澡。缩圈。这里，阿纪。哪里？哦，看到了。有。你刚跟在繁星屁股后面，我看到粒子了。哎、欸，僵尸声哎。根本就看不到人啊！有啊，这里还有，他们还在，他们站着而已。不是有历史效果吗？他们还在。他跑步。看到了。这边你们盖方块，你们盖方块。这边有一个。里面有一个盖方块的。不行，你这样子太明显了，那个。没关系。里面一个盖方块的，有武器可以扁他。哎、欸。为什么他们看得到我啊？觉得莫名。我们走在一起。那个海边。走在拿剑的旁边，让我们先打拿剑的。嗯。哎呀！小心那个哦，我那个岩浆。还哎呀！
他们想要跑。里面有一个，里面有一个。你们在做工作台？对对对对对，它里面。这边铁剑，铁剑，铁斧。铁斧！哇！太夸张了，小心！有有有，劈到快死了。小雨跟杰瑞，哎，再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猛！我看一下附近有没有谁。你有捡到吗，杰克？附近，附近没人，附近没人，附近没人。哇，好猛啊！是喵哈跟酱油。我现在圈外，现在圈外有点危险。先跑，先跑。先走，先走。我跟你讲，村庄的那边有两个蓝队了。哎，我看到那个仙人掌坏掉。对对对，仙人掌。那个跟你讲，仙人掌坏掉。右左边那个建筑物旁边有两个人。好，他们跑到右边去了。好，那个谁先走？我来报位，来报位。你看得到他们哦、喔？看啊，废话、啊，我死掉了。我打到那个。那个薛定谔的马有没有？马那边一只。哎、欸，薛定谔马、欸。哎、欸，绕过去了，绕过去了。然后红队也走过来了。哪里啊？欸、在哪里呀、啊？往前走，往前走。那个小山丘，再往前，往前。对对对，左前方有没有？那你以杰克为主，我们跟着杰克走。哦，嗯，杰克。有没有看到前面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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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在跑？他们要去另外沉船，然后你们左边红队哦，左边红队哦，红队在那个红队在那个山丘上，那个很多仙人掌那边。好，这什么嘛、啊？旋转霓虹驴，那是我刚偷偷改的。哦，好，那个你们看到右前方有三个柱子。看到了，看到有人在打。对对对对对，对对，喵哈在打，喵哈在打，喵哈手上拿着方块，有没有看到他？啊，他换掉了。有看到，看到，看到。哎，喵哈在那个正中间，正中间，中间那根。好好好。他可能在核工作台，他可能在核工作台。他应该是有人在包位了。对对对，应该是有人在。然后继续，他右边的，他对对对，他跑掉了，你们继续追他。有刚讲的，我看一下哦，那个哈基，对对对，前面右边，对对，他跳水里了。往前往前直直游，往前直直游，相信我。好，记得换气哦。他现在前他前前在水底，你要记得换气。他等下啪一声。这边对不对？对对对，往前往前往前。他过了海草，有没有看海龟？嗯，没有，他没上岸，他没上岸。哈基，你下面。他逆到了，对对对对对对那个谁，杰克杰克，海龟那边，海龟那边。他过了第一个海龟，然后要去第二个海龟了。我看到，我看到。然后他要去仙人掌那边了。你看到吗？对对对，喵！哦，有，回答回答，再来再来再来，这一个这一个，村民隔壁，进去屋子旁边了。哎、欸，这边红队很多、哦，哎、欸，你小心，先不要拿武器，先不要拿武器，红队，放心。好。对对对对对，他是喵哈，他是喵哈，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那个，我在说哈基这边。好好，我知道。啊，往上，哎、欸，有人敲钟。哎、欸，你被音乐拍到，你被音乐拍到。我要敲钟。洋洋小心，洋洋小心。对，洋洋你拍，洋洋你附近，随便挥，随便挥。哎、欸，他们有武器，他们有武器。哎呀，好难打哦。对啊，他们要干嘛、啊？好难哦。哎、欸，哈基那边、哎。有了。哦。啊，都在这边，都在这边，就在你们这边了、啊。没办法，这是没办法，我们前面玩太刺激了好可怕、啊、卡住了洋洋快跑我被边界卡住了不行啊这个最后就打了好难看哦好难哦我要砍到球球看一下球看一个蓝色的哎、欸、你快跑你快跑你先跑你先跑、哦、哎呀不行 啊完了是给人家回我好可怕剩酱油酱油酱油在这里在哪里？我看，隔壁而已啊。躲起来了。哇，他躲这边还不错哎、欸。他刚过来而已啦。嗯。哦，可是还是要打啊，最后，不然就是看人家被压死。你可以，至少我们可以第二名啊，有没有？我把村民也隐形了。村民心想：干我屁事！哇，铁巨人也隐形。哎、欸，哇！你居然杀人了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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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武器。可是他看到，他看得到剑，看到团团。哇哇哇哇！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躲角落，团团躲角落，躲角落比较好。叮叮叮！怎么会赢啊？他随便扒一下就赢了。哎，有机会耶！啊，他这是躲角落哎，怎么可以这样啊？我的腰好痛哦！在等那个吧。干，我的腰好痛。我们边界不会再说啦。他们要爆位，爆位了，爆位了，爆位了！哇，可惜。太好笑了，这个。哇，然后。太快了！太神了，铁巨人！太夸张了！我们去打铁巨人呢、欸？不是要打到村民吧？看不到啊，摸不小心摸到了、啊。是谁？谁把铁巨人用隐形？直接用隐形嘞！全部都隐形了！太逗了！我们都看到很明显的例子，像我在上面，所以就往那里打。谁知道是铁巨人？因为铁巨人一开始是线形的啊！没有没有没有，有人坏坏哦！有人坏坏哦！我刚刚想说，你们怎么在自我毁灭？我以为你们是圣将游太无聊哎！不是不是，铁巨人隐形的，他自己偷偷让他隐形，我们不知道。对，然后我先死，我复活，发现铁巨人隐形，不要打，你们不要打了，大家都来不及了，他们跪下去了，先秒杀哎！20滴血，好贱啊！真的是，重点是团团之后根本被酱油玩弄，真的看不到。没有啊，你就手上拿武器，他看得到你啊。做你知道吗？你刚刚偏眼兵指导位置，有啦有啦，我们的也有，但是我就那个资质愚钝。没有啊，因为你手上有武器啊。哎，可惜我刚手上没有剑哎，不然应该。对啊，你有机会，也蛮精彩的。哎，等下，你有剑也不一定打得赢，因为他也看得到你。对他没有啊，我把剑收起来。我觉得你那空手反就真的玩弄死他。空手真的是，哎，我差点死哎，再两下。哎，铁巨人在哪？铁巨人在哪？嗯，太好笑了。铁巨人在哪？铁巨人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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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附近，这附近。那时候就想说，哇，那个庞大力的效果，笑死了。那酱油一定在上面蹦蹦跳跳。哇，好凶哦！好强哎！哎呦，太强了啦！我们消耗一下你啊，消耗一下你啊！我们一开始的战术也是就都隐形在那铁巨人附近。嗯，哇！铁巨人他感觉铁巨人附近隐形超多的，地址好多。铁巨人好败哦！我这里告诉我们，看到你的效果不要随便乱挥。不是啊，一开始铁巨人没有隐形，我们不知道啊。对啊，突然隐形，我觉得这样不错啊。我们再一次啊。就铁巨人隐形，铁巨人太累了。我们要不要让连怪物也隐形啊？好啊，我觉得可以耶。还有隐形，隐形有没有？就全部全面都隐形，东西 Q 出来也隐形，那是爆。说话，说话。啊，中间的宝箱是有什么？也了解一下。四个？哎，中间吗？你说那个船吗？就是村庄，村庄。哦，我没有开。我没有开村庄，没开。你们是沉船的，是有那个有七个铁。哇，我是开到四个绿宝石哎。哦。因为他们留的吧？你都船的那个？因为我们一开始都在抢船啊。哦。我们是抢村庄，怎么打的？真的完全抢不到的。七个铁还 OK， 抢到船的有优势啊。笑死！太好笑了，这个模式。所以等一下可能大炸死啊，是不是怪物炸死了？我现在关麦啊。那要隔10分钟，晚上才。晚上没你们觉得现在声音好听吗？因为我真的觉得之前的声音超难听。你觉得听到？我觉得之前的声音听起来就是有。我觉得光是铁巨人就可以玩死大家。K K 的声音，不知道怎么讲啊，就是怪怪的。隐形也不会乱挥，我超不习惯的。真的不可以乱挥哦！看那个隐形粒子效果有没有很大？很难、欸。我那时候想说，哇，那粒子效果哦，酱油有够棒，就在那里了。结果，然后你们就自我毁灭，想不到吧？刚刚我们四个还在那边，奇怪，他们怎么死了？他们怎么回事？铁魔像，怎么都是铁魔像？太凶了啦！找666，
没有，刚隐形的时候应该稍微提醒一下其他队的。来不及了，完蛋，这最后那还蛮好。我变完之后，你们没多久就去杀他了。因为看到有粒子效果就冲过去了、啊。正在打字有没有？哎、欸，还没打完。对、啊、正在输入中。对对对对对。哦，怎么死了？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可以去买那个啊，铁三角啊，三角铁啊，有没有？三角铁，错了，讲错，因为哎，自从用了三角铁，用别的麦，人家都会，你是谁啊？是，因为照理说，我刚刚笑成这样子会爆麦，结果他们说没有爆，太好了，哇，很好很好，很棒，我的音轨不用再拉到负二了。啊、有很推很棒，可以，果然是很棒的三角体来买三角体啊，可以，那这个这么好，你们说，要还？那如果我们再加个图形呢？好啊，不要了，太可怕了，人家好多个，人家太可怕，效果有点危险，半夜妹啊，啊，赢了，你看。啊半夜没有，就没有我们彼此搏斗，就是被怪物猎杀了。对啊，对啊，就被咬了，就没有看到团团被玩了。被玩到多角，我只能躲角落，超可怜哎、欸。角落熊猫，他地方这里会不会被清吧？我记得会被清吗？对啊，这边会被清掉。这样，那就放底下吧。放外面，你放村庄啊！哦，我哦，不行，看来就不行。他说不行，村庄不行。不同意，同意一下啦。我不同意，他不同意。那意见很多呢，叫他来玩。奇怪，叫他来打，叫他来打。他每次意见都超多。来啊，你位置给他走开。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你来，你来，你来，来来来，加油！快点，快点！我不行，不行，我叫他来，我叫他来玩。然后大概全场都是他杀的这样。超跑！超跑！看到人就冲上去，汪，然后就跑。好猛啊，这个。可以放僵尸猪人吗？好吧，这个打一下全世界都没，干脆放鱿鱼算了，全世界毁灭一样，超可怕，超可怕，干脆把地板都隐形了你都不知道自己要越要求越多，全都是四才知道是不是？全都是隐形，还要把那个弄几个洞，然后你给摔下去，不知道。哇，太可怕了！那感觉等一下开战不可以在村庄打、欸。对啊，那我看到爱心，那个走一走啊，有够！我先点看右键，打不打开？是村民哎、欸，村民的哎、欸，我交易到了。紫绿宝石，想说再试看看。啊？这里啊？哦，鬼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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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鬼火，鬼火！人进化只打酱油哦。什么仇什么恨啊？他刚刚老过超多人呢。可能你先打吧。他只打他。因为他现在看我们打不到他，他也不会有其他仇恨值了。我怎么了？我就站着。那这样不是更像鬼火吗？你的存在的本身。我要站在小雨上面，不要站在我头上。我踩，可以借我放这个游戏啊！哎，我踩，我踩，天哪！我踩，踩我的头。踩，对啊。他会飞吗？会啊。哎 ，Moki 啊！哇！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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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的改掉了，哦、没有了，没有。可是不是人就有励志效果哦，这样平均也有爱心呢、啊，就会哦，那不那就不要好了，不要，那不要，嗯，就真的是不能随便挥啊，就关键那只铁哥，铁哥要爱心，就拜拜。哇，这 Q 出来的东西也不见了，
啊，超级隐形战啊！又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不是，抱歉，又点到了。先把别人清除。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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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徐修丢掉。谁进的？我分。哦，感受一下。我没朋友了。我啦，我洗。走。好，我被洗啊，我被洗。小雨队长。可以啦，我们这队有酱油，可以。那感觉记仇恨专家。哎、欸，刚刚我们正在船那边超客难的，在边打木头边做合成台之中，我们真的我们也是各种，我们还跑进船里面做合成台。对，我就看到想说，哎、欸，里面有东西，开砍。啊，难怪会打起来，所以就在沉船那里。对啊，对啊。好，那时候刚好我跟喵花在外面看还有没有人。近的话就过去。好。九。没有人的 UHC， 连铁巨人都隐形啊！噔，什么都看不到。走，隐形，隐形啊！哪里？不行不行，反方向，反方向，不是这边，不是这边，是另外一边了，很远对不对？那直接打树木吧。哎，这边有那个烧鸡塔，啊，在外面，在外面。哇，嗯，没关系。烧鸡塔现在过去应该有那个掠夺者，而且还会隐形。来挖一下。对，这边有水井。哦哟，我上材料。哎、欸，这边有人，这边有人啊！救命！怎么快？怎么快？怎么快？很近。这么恐怖！你在哪？刚另外一边，我们刚那个出生的那个。那有可能他们也会来那个拿木头。我们先站远一点吧。嗯，我先走边，我先靠近边界。先走路。我这边上面是那个哇，蓝印的。嗯，他们已经拿到了。来来来，我这边上面有。给你。这样我记得要空手哦。啊。发，你没有空手。不是啊，你不是要合成台哦？对对对，我说你合成要空手。不用啊。要啊！哎呦呦呦，看到了。在我这。对对对，所以一定要空手。铁锅。哎、欸，我拿到！我好像碰撞到人啊！你们，哎，红队跟绿队开打嘞！那就不在我们这啊！哎、欸，那刚刚啊，白痴哦、喔，生物啦，生物啊，对啊，还有生物啦，自己吓自己哦、喔！我们在那边那么紧张，来，挖空！哎、欸，那个边界来了，更好，我是听到我们。我是听到某一声之后才发现不对劲。